对，总统赖清德呢，在昨天的紧急回应这个波波医师这个议题啦，因为最近大家也都非常关注这波波医师，到底我们的卫福部有没有好好把关这个民众的健康啦？卫福部晚上也赶紧在晚间回应新闻稿，开记者会说他们也会好好把关啦，但是其实新闻记者会的内容呢，相当的空洞啊，仍然没有说要怎么把关呐、啊，只有说会好好把关，并且说修令的新法已经把这个学历认证的这个门都已经关上了，所以等于所有进来的都要学历认证，然后实习名额维持50名。那这种讲法还是非常的避重就轻啦、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呢，现在有1000多名的一个波波医生、波波牙医呢，是不适用新法。已经是过去就去就读的了，现在正在排队要通关，那政府现在就是要让这些人快速通关，那这也是这一次的这个小牙医联盟和其他的一些团体抗议的重点啊，就是这1000多名是不是政府仍然要放水过关啊。那昨天呢，仍然避重就轻，卫福部没有回答这问题，那当然赖清德也没有回答这问题啦，那为什么不敢回答呢？看来是他们仍然在考虑说这1000多名的波波牙医、波波医生要给他们避重就轻的过关啦、啊。那其实这样子避重就轻的过关呢，是有违法嫌疑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在106年呢，卫福部就已经有一个国外学历认证的一个共识，那个实行共识，那当时的讨论出来的条件呢，就是国外的医学学历呢，必须要跟台湾有同等才能认证，比如说他们要有好的训练啊，而且要有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个训练的实习课程啊，而且并且呢他要跟台湾有一个对等认证，意思是说台湾医学院过去波兰也要能执业被认证才行，这些其实这些代办去读的这个国外医学全部都没达到，意思是说在这106年的这一个认证共识中呢，目前99%的这国外医学院的医学系呢，包含就是欧洲波兰的这一些匈牙利呢，这些其实全部都不合格。那为什么106年这个实行这个共识出来之后呢，考选部和卫福部呢赌职却完全没有照这一套规范去做呢，然后造成现在呢有1000多名的波波医生或者是这个欧洲医生呢，在绕过这个法条的规定被认证成功，意思是说本来按照原本的这个认证法条他们是不成功的，他们不能被学历认证的，就现在违法帮他学历认证，这一点才是现在最大家最质疑的部分，也是小牙医联盟和大家最讨论的部分。那这一部分106年你条件公布了出来，结果呢执法机关不跟着执行是怎样，那就是一个违法渎职嘛。那这违法渎职这一件事情呢，直到现在呢，卫福部呢，苏医师已经在网络上问了3天3夜了，卫福部仍然没有敢正面回答这问题，因为这明显违法。那直到昨晚上的记者会了，仍然逃避这个问题，意思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去年已经那个法案通过了、啊，那我们就会好好执行了、啊。那问题是去年以前这10年内累积的1000多名的这个波波医生，请问要怎么处理？这政府现在是要全部过关，还是要给他们再重新审视他们的学历？那现在呢，政府连这个说法连回答都不敢回答，就代表心里有鬼了。因为一回答就破绽了，让民众发现到原来他们这边又要暗度陈仓。过1000多名的这个波波医生，那民众就丝毫不知，只知道说哇，政府好像说我们把关会变严格。那把关变严格是从今年开始，那以前去读的1000多名呢，我都要让他们过关，是这样吗？请政府机关、考选部、卫福部好好出来解释。举标语抗议波波医生争议不断，总统赖清德也赶紧发文灭火。每年国外回台实习名额就是50名，
政府承诺不会提高名额。卫福部13号大动作召开记者会，提出三大解方，承诺国外牙医系毕业生回台50个实习名额不会变，并严格审查国外学历，提高参与国考门槛。偏向医疗优化计划将优先考量本国学历牙医师，但是否全面公布波波医师名单？如果我们鼓励大家愿意把他的强的部分能够呈现出来，但是如果牵涉到比较各自的话，还是要谨慎比较好。只是在台湾念牙医系至少6年必须实习，录取率不到2%。而波波牙医虽然也要休业5年，但有没有实习、实习哪些课程无法检验，录取率还高达100%，国考后就能当医师，明显不合逻辑。邱泰元部长，麻烦您仔细的说清楚，不要玩弄话术。这24亿假偏乡计划里面提供给波波的实习名额，到底是包含在这公告的50名以内，还是在公告的50名以外？本土医师抗议落日条款早就帮波波医师开好后门，却不先把后门补好，问题根本没解决。说要严加认证学历，但波波医师爆出子宫颈手术医死人，不是早就经过国家认证吗？那这种讲法还是非常的避重就轻啊，因为现在有1000多名的一个波波牙医呢是不适用新法，政府现在就是要让这些人快速通关，因为卫福部没有回答这问题。有本土医师担心，未来恐怕每5个医师就会有一位波波医师，政府把关如果不严格，受害最无辜的还是老百姓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，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5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。国肤露全效精华，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